小五，别担心，刚刚慕白试着输入了魂力，这东西毫无变化，应该对三哥无害。这件宝物竟然令九宝琉璃塔也不禁膜拜啊！回去后将魂力注入其中，自会明白。注入魂力，三哥，你总算醒了，都过去一夜了。小三，感觉怎么样？我很好。天斗帝国送的这件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走，我演示给你们看。哦。如果说八宝如意软甲是神器，那这瀚海乾坤罩就是神器中的神器。这是他的第一个技能，名叫瀚海护身罩，能以隐身状态将我们保护在其中，不光能隐藏形体，更能隐藏气息，是他最大的一个妙用。第二个技能叫做乾坤定神罩，能够定住我精神力三倍以下的任何人，虽无法伤害到对手，却能为我们争取时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叫瀚海狂涛的群体攻击技能和一个叫乾坤破魔的单体攻击技能，具体的威力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有了它，至少在野外我们不需要留人巡逻了。出发吧。走。
西行，去抵达天斗帝国西水海域，再换乘船只前往海神岛。唉，此间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哎呀，这路可是不太好走啊，那么远还要去海边上。香香，别哭了，我答应了爷爷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胖子，别气了，香香刚离开家，心里肯定不痛快。我就是知道她难过才安慰她，她倒还嫌弃我。是条不归路，都给我死！真的惹怒我了，我的心声还不能放下。出来，让本天王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吧！